一字排开。来，有请莫老师把它找出来，你要想清楚了啊，要看好了，是吗？哦，一字拍对了。这个梦有同学说他是不是碰巧拍对了，来来，杜家湾杜家湾，当为什么我们顺序在扣入小球继续的旋转。好，现在呢观众朋友，那现在呢咱们要帮他好好看一下了，这个小球究竟会在哪个碗里面，待会儿要和莫老师一起来猜了。来，莫老师再不看仔细了。好的，来，一字排开。不知道朋友们看清楚了吗？从我这边数啊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还是第四个？啊？啊，第二个、第一个、第四个、第……我就说嘛，你够配合的。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？眼力真不错，你看一二四都不对，就你对了。